我是河南农业大学大三学生杨元丽。Hello， 我是大二的孟一志。刚刚从高考战场一路闯关而出的各位小伙伴们，你们辛苦了。河南农业大学呢，是一所百年老校了。我身后的这11根历史文化柱，正象征着它薪火相传、弦歌不辍的110年。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校史馆看一看吧。1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都可以触摸得到哦。看这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朱批，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是不是好玩、好看又很有学问呢？哎，说起学问，咱们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Let's go！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到我身后的这栋大楼里去见识一下高精尖的学问吧。就是由我们学校牵头组建的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这儿啊可是国家2011计划全国首批14所协同创新中心之一呢。在第一批里，全国的农业类高校只此一家，目前为止河南高校只此一家。这里呢还有全省唯一由高校主持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全省唯一的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有13项国家技术发明和科技进步奖从这里产生。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特别骄傲地说，我们绝对不输985，秒杀211。农大的大咖也是很厉害的，我们的校长可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名鼎鼎的动物免疫领域的大科学家。两位长江学者可是占了河南的半壁江山呢，清明中原学者也是全省高校领先。不过小伙伴们最关心的还是校园美不美吧。当然了，这么漂亮的校园怎么能错过，走吧。这里就是我们的龙子湖校区了，怎么样，美吧？
这才哪到哪儿啊，还有更多精彩的地方等着我们呢。小伙伴们，快来加入我们吧，更多精彩等着你哦。